到我们的健康美丽喝色优天窝蜂蜜柚子调百变号的秀第五届。下面四位朋友已经上火锅了，而且只是因为主持人刚才开玩笑说，该不会他们待会儿要吃火锅吧？金针菇。导演组过来跟我说，何老师，等一下在台上不要再随便说什么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时间，也没有钱再去买了。因为何老师准备下面接着说满汉全席。我们不吃了，跟导演说。不能吃啊，我是主持人。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要和一个嘴里嚼着金针菇的人一起主持。接下来是我们的环节，叫有什么好玩。今天我们看看前任有什么好玩，请看。哥，你谈过恋爱吗？谈过几个，都分了。我的第一任女朋友。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的男朋友很无聊呢。他竟然用打火机去烧小乌龟的尾巴，小乌龟痛的呀就跑出来了，乌龟壳都不要了。后来小乌龟死掉了，我就会觉得好心痛哦。亲爱的，我渴了，那我去买水。我马上就回来。小乌龟就很痛啊，就跑出去了，壳都不要了。是吗？后来小乌龟死掉了，我就会觉得很心痛。我才离开59秒23帧，他居然就……哎，干嘛呢？你谁呀？你告诉他我谁？他是我前任。我什么时候成前任了呀？就在上一秒啊！欧巴，你不是说有大餐吃吗？我水可以不要，但钱你得给我呀！你快补啊！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分手是对的呀。你哥我总是遇人不淑，我的第二任女朋友。跟你相处这么长时间，感觉还不错。是爷们儿点儿，但是很真实。你帮我开一下这个呗。他一根毛线啊，妹子，你应该递上纸巾才是吧？你再帮我开一下这瓶。哎呀，你生气了？活跃一下气氛，幽默，怎么样？终于我找到了第三任女朋友。我心想，这个老实本分的女人，应该就是我的真命天女了吧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了呀，口味还挺重。这条围巾是不是我送给您的那条？怎么戴在了别的女人脖子上？给我脱，快！脱不脱啊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这样也没事，看来他对我是真爱啊，他绝对就是我的真命天女。幸福总是来得太快，才认识5个月我就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我真的好幸福。你小孩长得可真不像你啊。你们俩怎么在这儿？为什么要放进治疗？走了走了走了，快来看吧。为啥？为什么男人都是好人？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看到百变武侠呢，继我们复古三人组有了这个欢乐的开场之后，他们要继续呈现一个百变小春晚，而且这一次他们5个人呢会带来精彩的一系列的节目，马上把舞台留给我们放出来的百变武侠。春晚呢，就是全世界华人的年夜饭，其实啊，就是吃。给我一个包子，来，我吃一个。春晚就是春天的晚上，我知道是大咖秀，七七都看，电影还凑合，大咖秀可不敢，模仿太难了。这有什么难的呀？想打哪张打哪张呗。春晚呐、啊，就是图一乐。春晚啊，就是男的看见美女乐，女的看见帅哥乐。一听说李敏镐要来啊。连我都乐坏了。春晚不能仅仅是娱乐，还得会模仿。哎呦爸，这都模仿了5季了，好不容易有机会上春晚唱首倍儿爽，您就别再让我模仿了。边倍儿爽边模仿有什么不好？我看节目没有什么挑剔的，只要是武侠演的节目我都爱看。哎，杠上花不了。百变武侠集体拜年，百变大春晚，年年都好看，边看边乐呵。问我怎么办？点赞。
今年三十多，做人风趣又幽默，模仿高度还上档次，这样的表演太难得。评委的目光很友善，无暇的表演难度高，只要让观众你都能笑，嘿，我就满足了。这就是我的大咖梦，他很小的人容易懂，在这群星的汇聚地呀，只有努力才被认同。这就是我的大咖梦，再苦再累我不在乎，观众能笑能放松，周末每天在心中。这就是我的大咖梦，我必须要有行动，做一只勤劳的小蜜蜂，喝彩才能揽怀中。我获得掌声多，我就越爱我的观众，我们一起向前冲，这就是我的大咖梦。大家好，我是别人家孩子的干爹义父。义父，今晚大年三十，相信所有的孩子们最期待的就是领红包。哎，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的第一个红包，里面装了100法郎。哇，不是，你不是东北的吗？怎么还法郎啊？那是在黎巴，不是巴黎，巴黎的魔术院，我获得了硕士学位。那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呀？小商品批发。那不是还是倒腾魔术那个道具的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我的妈妈给了我100法郎，是给我用来理发用的。因为在法国的发廊只能用法郎，那么在法郎，我学会了人生中第一个魔术，无论在哪结账啊，随手变钱。哇！我看现场有一些小朋友，这100块压岁钱不给你。其实出门旅游不用这么麻烦。现场，这位先生，来，这张卡留给你做纪念。哎，对了，先生哪里人？山东。山东哪里？济南。先生，你看上面，这是一张上海到西安的火车票，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一个人在外，尤其冬天下雪的时候，心里特别的孤单。无论你是哪里打奔不打拼的孩子，心中都在一件事情上，一件事情上，也就是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然后是回沙发，再然后是回家，最最后是回啥地方都不如回家。好吗？Oh,
方清卓老师，哇！其实比较像蔡明来老师，那真是癞蛤蟆喝脚水张不开嘴儿。真的像，好，谢谢我们的百变武侠，来有请。这一系列的表演下来，我觉得就是这里面有很像的，有很不像的，有特别认真的，有特别混的。你们各自应该都知道我说的是谁。贾玲，你觉得我说的你是？贾玲应该是最像的吧？不是，我不承认我是最像的，但我一定是最美的。哎，方清卓老师，你最近演的那个。你知道为什么瞿颖很像李明浩？哎，很像，是不是像的？他真的模仿谁都很像。但是最像的是沈凌，今天沈凌太像了。我今天前面唱错拍了，我觉得很不开心。真正的是应该得罪了 Eve 的粉丝。对啊，你真的是能够做到模仿谁都很像。怎么了 ？Eve 挺好的呀，回家那个。张伟，你那个事件已经过了吗？你又活过来了？什么事儿啊？假唱事件啊？那都不是事。你怎么总说假唱啊？还有抄袭呢？我跟你说，什么抄袭呀？是百变武侠吗？家里人，家里人什么都敢说。是百变武侠吗？家里人，就这件事情，大张伟已经用长微博做了说明。他告诉大家，这里面是有他刻意的成分，他借鉴了非常多不同的音乐形式，把它组合到一起。虽然你听起来好像都似曾相识，但是只有他能把这些所有似曾相识的元素组成一首歌，而且能红。真棒！谢谢各位，音乐采访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他神乎其神，音乐智商过人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好的鱼。他心中的剪刀拼出音乐无界限，编的新闻丢手绢，城里姑娘美如花呀，何不潇洒走一回。音乐裁缝大张伟，这个歌坛称号好，是不是音乐采访？就是这儿拿一块，那儿拿一块，只是不能把它缝到一起。时尚界叫拼接，对，拼接。好，那我们在这边要感谢我们的百变武侠，带来这个春晚的精彩表演，好吗？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到了我们第二组明星的比拼，我们一起看谁对谁。我没有看错吧？哇，他们两个怎么敢组在一起啊？你记不记得，就是有一期，就许杰辉老师告诫王栎鑫说：“你不能再滑下去了，你再滑下去就会变成第二个黄奕欣。”黄奕欣当时就在家里流下了他的眼泪。你让我今天我一定要认可他们，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在百变滑到谷底。没有，今天他们是触底反弹。掌声欢迎水木年华。是水木年华里面的卢庚戌吧？是水木年华的卢庚戌。卢庚戌，戴了头套的卢庚戌。卢庚戌，卢庚戌，卢庚戌。你怎么了？做了个奇怪的梦。无数次大咖秀失败的表演，还有一个名字挥之不去，卢庚戌。卢庚戌，我真的很像的吗？是挺像的。快去洗把脸吧，啊？怎么样？更像了。我想到了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说你像卢庚戌了。什么计划？你就模仿卢庚戌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模仿谁都不会像啊。那当你模仿卢庚戌之后，就不会有人说你像卢庚戌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要惊讶，不要惊讶。
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那年你走在暮色他乡，这边的朋友，你以为那里有你的理想，你看着周围陌生目光，青春各位鼓掌好不好，没人在身旁，人静的雨夜想起了他，他的挽留萦绕耳旁，想起离别他带泪的脸庞，你忍不住的哭出声响。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刚才的姐太像了，是不是？真的出来的时候像到逆天的感觉，可是见到本尊之后就发现水雾年华本人还是长得好看一些。给我一把刀子，全场都嗨了。四个人在一起唱的时候，就达到了中国电视史上的一个奇迹奇观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里感谢刘吉芳耗子团队帮我们做的特效。张问一下卢庚戌和妙洁啊，你们以前应该是有看过《百变大咖秀》模仿你们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了，而且不是很认真的模仿，就是时不时的被提及。啊，对对对，特别是那边坐着两个。你看那个大张伟和沈林也曾经模仿过，你们怎么评价？哎，你们来，别走啊，别走，不要走啊，不要聊了，怎么真的过？不是要演一下，我们没有演过，不是说没有演过吗？老师，好，直接 VCR 大张伟和沈林是怎么对不住水木年华的？我们直接有铁证，好不好？视频证据，来，各位请看。看一下。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。看他们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，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好，终于我们的明星们不用打电话到总编室，可以直接来投诉。我去，好，接下来呢就是大张伟、沈凌以及我们黄艺昕和王栎鑫的道歉时间，好吗？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应该是他们，你说明明知道我们模仿的就已经对不起人家了，为什么变本加厉？对，你们这又补了一刀。那王栎鑫要对妙洁说什么？对呀，我弄得跟面包超人似的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。哎，我算了算了，现在偶像在这里，你就当我模仿的是刘伯言模仿的孙楠吧。真的，我觉得又丢对一个呀。刘伯言啊，刘伯言上大咖秀没有几次，但是已经成为一个符号。
听听看我们的贵宾啊，水木年华他们的感受。对，我觉得小黄和那个月薪这两对，他们可能形象更像一些吧。是啊，所以形象像的。对，神似。投诉，把他们抓起来。就是因为我跟沈凌模仿之前，我跟妙洁说过。妙洁，你当时怎么说的？你听到这个是不是心里一紧？他之前就没少黑我。哎呀，你们出现幻觉了吧？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啊？觉得还没有完呢，有请叶枫。回家。今天我特别开心，就是其实真正有自信的人是开得起玩笑的。但是我的眼睛真的有那么对吗？就是不是对的问题，人家完全没有。对，歌坛采访，赶紧解释一下。我这个叫什么？就是叫对眼不对事儿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他没有，没事，别解释了，我们直接请妙洁来评价一下《倍儿爽》这首歌曲，你觉得这首歌曲怎么样？我觉得你不如模仿着我唱这首歌。会更有感觉。来，预备，倍儿爽啊！来，我们有请歌坛采访为大家演唱。就这个 feel 倍儿爽。feel 倍儿爽。爽。对，因为我之前看了他那模仿那期以后，我开始不由自主的模仿他。啊。所以你以后演出就是这样演出。对，比如说我就像我多想会。太可爱了。哎，今天水木年华在观众心目当中一定大加分，因为这是多么大气的一种态度哈！我们再次掌声感谢我们的水木年华，谢谢。那接下来难得三代水木年华在我们今天的现场，什么三代啊？来，我们音乐响起，一起这个在他乡，好吧？来，我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。来抚慰我的心伤，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，来抚慰我的心伤。那一夜，那一夜，那一夜。掌声给我们的水木年华。水木年华，以及水木年华，以及水木年华。好，我们观摩嘉宾你们的感受好不好？感动当中带着一些诙谐，原告、被告对簿公堂，这就是我们看完本个节目的感受。我觉得法治进行时嘛，这个黄奕欣真的生不逢时啊！之前模仿谁，大家都说不像，这次好不容易像了，本尊又来了。你说人生能再惨一点吗？黄奕欣。哦，从黄奕欣第一次模仿别人，我就觉得他很像那个卢庚戌。今天真的很像陈建宁老师。好像哈。黄奕欣根本就是上身了。对。啊，我觉得他今天非常好。然后王栎鑫呢，就有一点。腾格穿西装的感觉。腾格穿。上一次你上一次。腾格尔凭什么不可以穿西装？腾格尔经常穿西装。我都是一个上一次倒那个模好像也差不多了。好，接下来给我们的王栎鑫和黄奕鑫打分来。又是99分，触底反弹成功。那接下来呢，要上场的是我和娜娜的老朋友沈腾。我没有想到他会来。为什么？我来了以后，因为他欠我钱。对，欠我钱。等一下这件事情我们来问问沈腾哈，从沈腾那儿你一定会听到另外的版本，好吗？好，沈腾呢大家都很熟悉，他这个春晚的好剑，历届春晚的好剑。那今天呢，他要把春晚这个服不服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小品演出一个续集，我们来看看好剑今天要怎么样模仿，服不服，请看。改变大咖秀的观众朋友们 ，Hello， 我是沈腾。这刚爬出来，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你全责。”身边的朋友们说我的气质跟大咖秀的气质特别搭。我是什么气质？我只有志，偶尔有气。但是我今天来，是因为看了我的 partner Mary 在大咖秀里的表演。Mary， 我在这里不得不跟你说一句，太像了。雪村那么好一个老师，被你糟蹋成什么样了？再说郭富城那么帅，你也敢演？说谁呢？说谁呢？说谁呢？
天天搁背后说我坏话啊？哦，说多了都是白费，我直接用行动来证明我的模仿能力。我这次来要挑战一个高难度，模仿一个老太太，一个恶毒的老太太。娘娘没工夫跟你耗着，今天问你什么你要老老实实的讲明白，咱们就放你一条生路。我就尽量把这个我所知道的我所理解的这种我们这角色里面的特征。哎，容嬷嬷，哦，我的天哪，沈腾啊，你知不知道百变大咖秀是那个模仿秀，不是真人秀？你这一脸褶子，你都不用化妆了，祝你好运 ，good luck。键盘破碎，我如此狼狈，我今天运气太背，想要走两步按表，走胯骨疼也无所谓，你要我尾追不知道被谁轻轻地坠了下位，虽然一把根儿撞碎了，回到家没有安慰，把我撞飞还一去不回，被人撞了还无人理会，撞我的人你的心太黑，别让我知道你到底是谁，小心我拿针扎你的背，我要扎得你无怨无悔，哎呀好疼，谁把我来背，腰椎疼的感觉，有没有人来扶一扶我这个可爱又可怜的老太太呀？哟，这不是容嬷嬷吗？哟，这不是大明湖畔的容嬷嬷吗？哟，这不是《还珠格格》里大明湖畔的容嬷嬷吗？哟，哟哟哟，这是哪儿穿越过来的两个小太监呢？说什么呢？是水木年。有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容嬷嬷我扎针特别棒，你们俩还不赶紧扶我起来。我听说去年一开大奔的土豪扶了皇后以后直接换自行车了，走。哪有，我们皇后和我都是天大的好人呢，还有没有人扶扶我？来来来来，一起来扶容嬷嬷，来来来来，正好还有我来做，来来来来，百变宫廷换得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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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，谁来扶容嬷嬷，嬷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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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，别见我就哆嗦，嗦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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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嗦。来来，这次非是我的错，错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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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，我就是个老婆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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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开始，不清不白的结尾。来，我们再一次欢迎郝建扮演的容嬷嬷，来沈腾，真的好丑。这我化妆师还给我往年轻了画画呢，真的好丑，我真的就是有必要这么强调吗？他一直说你欠他钱这事儿，我怎么他就欠我钱啊？我听不过去呢。欠我钱，今天要把这事说一说吗？说说吧。有一次我在北京，你其实不需要贴这个，你眼睛本来就这样的呀。哎呀，我给你撕一下。哎哎，那
你看他本身比这个还要拉呢。我是往上提呢，你没看懂，我是往上粘的。他贴的贴。接着说，当时是怎么回事？他说你欠他钱。我说吧，是这样的，他过生日啊，就是请了很多很多人，然后哎，我就喝多了，然后他说你给我把账结了，我就去把账结了。我第二天醒了，我发现我为什么要跟他结账啊？后来接下来的十几年，我只要他一直躲我。因为我让他还钱，一直躲我。这个刚才娜娜说有一点是诚实的，就是他喝多了这个事儿。嗯，对。但是结账是他自己怎么结的，我就不知道了啊。这可能是娜娜在此生以来唯一做的最冲动的一件事。第二天，我还没醒呢，啊，因为头一天有人请客嘛，喝得太多，太开心，打一电话，寒暄了几句。有的没的，几乎都是没的。然后呢？只有一句有的，就是，你还记得吗？昨天是谁买的单？他就早上追了一个电话确认一下。不是，是提醒一下，是告诉我给你买单了。OK， 并且很后悔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大家都知道有朋友圈这么一回事儿。不管是娜娜发什么，我留言留什么，娜娜始终写的都是俩字儿：还钱。这就是现在。今天这个事情大家已经知道了啊，已经知道了。好多人那天来了，真的喝了很多的酒，还有饮料。好了，我们看看观摩嘉宾对于我们容嬷嬷刚才这段服不服服。首先是同样有非常精彩容嬷嬷表现的祖蓝，我觉得有点像《西游记》的孙悟空。师傅，俺老孙来也。刚才那些作文呢？他画的法令纹已经有胡子的效果。戴军呢？我都不知道他们两个在点评什么，反正我没看懂。我觉得是非常棒的表演。沈腾他的节奏感很好，他前面的容嬷嬷全部是铺垫，主要是为了说谢娜欠钱这件事儿。从此以后，我逢到这种局再也不敢喝酒了。你看他自己笑起来那个皱纹比画的还深。娜娜，你比那小陀螺小什么？小菠萝，小彩旗，小彩旗大好几轮，我说你什么了？好，打扮，我们看看我们沈腾这些年你都怎么了？93分，还钱还钱。广告之后有第三对明星，同时我们百变武侠还有继续我们的小春晚，待会儿见。过把火。